你给我回来，等我撵上去，你跟着更狠。我就不回去，我又不是故意把俺俩手机摔坏的。你还敢给我顶嘴？妈，你咋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咋弄的？你这孩子，你跟你爸你妈去了，走，回家写作业去。我走了，乖，连作业都不写，快走。没事，妈，你别老护着他，我才不护着他嘞。你看，回来我再收拾他嘞，跟你说去。你今天要是不把作业写好，你这人打肯定是跑不掉的。好。是谁高歌天下，我目送海角云霞。妈，书记我拿去给你修一下吧。我从此谋雨不打，千万次无言的回答，心里忧伤渐渐无情的融化。老板，这个适合老年人用吗？嗯，这款的话相比较而言，这款屏幕更加大一点。嗯，这个好一点是吧？对。那就给我拿这个吧。哦，好的。我给你拿个新的啊。好嘞。妈，你试试这个洗手机。你不给我拿手机了吗？因为我买洗手机呢，就乱花钱，我也不会用，只要能打电话不就好了吗？这没花多少钱，拿那旧手机置换的。你不会用，我叫严少教你。严少，你叫奶奶用手机。好。妈，让严少教你，我来做饭，我来做就好了。没事，我做就行，你让严少教你去。嘿。严少，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还有一点儿，一会儿就写完了。等我把这把打完再写。严少，给奶奶看这洗手机咋完了？哎呀，我现在没有空。是谁醉酒策马，我死后望断天涯。严少，哎呀，我都说没有空了，你等一下。这打电话咋打的？哎呀，没插卡，你把卡插上，看看说明书。啥卡？哎呦，那。无言的回答，心里忧伤渐渐无情的融化。奶奶，你说没手都拿烦了，连字都不认识，肯定小时候不好上学，啥也不懂，啥也不会，现在知道难了吧？你说的啥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这能弄啥？他小孩懂个啥？你放着不就好了吗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俺俩就不识字，不认识字咋了？好了，算了，还不是照样把你爸你姑他们几个拉扯大。严少，奶奶不是不想上学，那时候穷，姊妹没多，上不起学，不像现在啥都有。这会儿奶奶年龄也大了，想学也学不动了。奶奶。我让奶奶慢慢学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。奶奶，我现在就找用手机。这个是开机键，这个是音量键，你要先小的话就点上面这个，然后点开你画一下，我回头把你卡插上啊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对嘞。哎，奶奶，你真不会写你自己的名字吗？我教你写吧。你名字叫啥？奶奶名字叫王小秀。你眼中的晨昏，常让我望远处身。奶奶，你自己试写一下。树叶飘转在池塘，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，光阴的长廊。奶，给你玩。妈，别看了，吃饭了。你看严老师写的，嗯，写的挺好的啊。老头子，啥事呀、啊？你今个咋这开心吗？对，老娘啥事儿这么开心？怎么的？你俺家严老师写的字。哎，我的个娘嘞呀、啊！老嫂子，你这字写的龙飞凤舞，霸气侧漏，有王者风范呀，厉害厉害！那是，那就是教我写字能差吗？来，小春给我看看，
哇，大娘，你这是第一次写就能写这么好啊！你要是那个时候上学啊，说不定也能考上大学。妈，哎，好，年少，你知道奶奶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为啥这么高兴吗？为啥呀？那是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这么耐心地教过他。你和你爸小时候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，都是奶奶教会恁的。虽然奶奶不认识字，但是她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耐心地教育恁长大。奶奶现在是老了，跟不上时代了，咱就不能花一点点时间去等等她，耐心地教教她吗？嗯，奶奶，你以后有啥不懂的，你就问我，我教你。严少，你生在好的年代，要得好好学习。老话说得好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一老不压身。嗯，知道了，奶奶。我刚才听听您讲的，老嫂子，你这个手机摔的真值呀。严少越来越懂事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也好吃。